话说这英雄联盟什么时候出一个我这种带左轮枪的英雄的？应该带一个那个普罗的，忘了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西敏斯那个又不是左轮枪。大叔别给浩雪，被浩雪去了就不好抓了。蓝枪是左轮，蓝枪霰弹枪都被你说成左轮，真有你的。你家左轮枪能喷四颗子弹吗？那这个左轮打一下人直接死了。这倒是被压得老惨了，再刷一组野。我们可以抓上，这个上路一抓就死。可以，中路抓不了。等一下来。等他到三，等他兵线进，什么时候到三级兄弟？好了，来老树盘根，动刀子了，来，老树盘根，他没放一眼，放了，感觉可以再抓一下了。再来一波，别让兵看到我，等一下，他把这兵给他 A 了，对，差点把我暴露了。他不 A 了，该不会看到我了吧？那个兵，应该是没有的。主要这个大树没啥蓝了。誓死一挥，就在今天。看也没人蓝。走吧。你这个太装了，兄弟。他应该是嗅到什么了。悄悄打起来了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可以，这狗熊没闪的，我们先升一级来。打野先能升一级的话，最好先升一级。
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来给灯笼。再刷一下，这倒是大块好了。40秒，可以。刚好跟我们大差不多。我这个蛤蟆打完去上的话，他我们技能也好了。把这滑板鞋杀了，一塔收了，直接起飞，非常好。这不可以强杀了，大树好了，我大小直接开大来杀他，老树盘根，这个大捆住。可以，完美，先分开了，爆破 A 一下，直接拆掉，哎呀，上高地了，这样，二塔也可以顶掉了，直接把兵收了，把兵收了，你看，帮他垫一下刀来，六级你怕啥呀？兄弟快跑！
他有两，他有人，他有两个人来了。走了走了。让除奸邪。再卡个河蟹。德玛西亚永世长存。但是提亚马特万暗了，没有灵魂。来来来来来 ，Q 一下 Q 一下，出钩子一拉一下，人有点多，先秒狗熊，哇，这个半血你还敢过来？他甩我两套技能，我死了。这波卡拉丁能收割，可以。这波一换三很赚。哦，这个流浪追着我一 Q 一 Q， 他死了。这个金克斯，你的闪现呢？对吧？闪现一记 W， 虚空之刃。妈的，我待会儿先把这流浪给他秒了。这边物理伤害比较高一点，他们这个滑板鞋连续被我抓死三次没有用了，他的英雄必须打压制才有用的，都没压制。就在今天，你看这狗熊都不理他，直接做了一双水银鞋，可以，太狂了，他在偷石头人来，滑板还在。咋没懂我意思呢？他刚好像在打的。来，包了包了。哇，直接做脸啊！你持关，对，勾一下，把他往左边赶。狼群战术，真牛啊！他这都不走的。卡皮还可以吃一下，还有二十秒，应该还可以拆两层。八级狗熊，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来，下路包了，下路包了，这狗熊往我们野区跑了。又是这个熟悉的，哎呀，我没蓝了，有点可惜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啊，现在房子太容易打工了，真的。也是这把我们有前排在，我就不出肉了。补点输出，好吧。除奸邪，打工仔，打工仔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打工仔，
之心，至死方休。这药瓶可是个传教宝啊，怎么能乱用呢？兄弟姐妹们，跟我并肩作战吧！捆一下，捆一下，这波大树有闪的，可以越塔杀他。怎么说？来不来？我伤害很高的。消除助攻。这边这边，有人帮我杀一下流浪吗？你这个灯笼给晚了，我没有魔抗的。把这流浪给他先灭好，这流浪好像最要做深渊啊，他这个装备。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这波。我看到了两个人头在向我招手啊！你这么好装备，你不二他脸，半血狗熊 Q 上岸，短了一点。这讲道理，卡拉丁这波有点怂了。他刚好像少打了一个技能，他这个伤害随便秒这个狗熊，刚才一个十级半血以下的狗熊坐过去就死了。这狗熊的话没护甲没被动，你们信不信20秒之后他要死，右上角啊，18分30秒，等他走过来，准备好 EQA 提亚马特二一套带走。你不来，他好像在排视野。哇，这个狗熊，没事，这边等一下，守株待兔。虽然位置不对啊，他还是死了，发生一点小意外。这两个兄弟感觉要完蛋。更强的敌人，啊，一两个坐一下，一个夜扫死，这跟玩一样，怎么这么难呀？不应该啊，我们这个阵容加这经济优势应该是碾压的呀。卡莎卡莎，我一个人搞不过他们两个，这不得先把这个老头给他秒了。流浪大光头，给他咬死了。这卡莎来一下就好了。
这一套征服者打满的话，二可以七百血，一层加二点四，十层二十四点攻击力，二十四点再乘以一点五。你看我们这边支援来的有点慢，对面支援就很及时。都磨磨唧唧。我都在埋伏他这边，这边有个人子。我们感觉正面团随便打，直接团也去。我觉得这个大龙有点难，去看一下。他们没有在打的，他们在埋伏。杀掉了，可以。我想跟他换了，但是我又觉得没必要，一换一不值当。我跟他可以杀这个金克斯的。卡丁这波有 T 来 ，T 好了，来来来来，直接打，他们打野死了。赶过来，这两个脆皮射手，一刀一个拍掉他，给丢儿子。小树苗来一个，卡拉丁还是 AD 杀手啊，杀这种 AD 还是有一手的。他好像去打 F6 去了，这个人没有吗？好家伙，我去切一下流浪，快跑快跑，一扫一下。疯了疯了，这狗熊拍死我了。再来一剑，这个流浪他不出护甲的，我这个穿甲穿死他。我们两个之间只能活一个啊，不是你死就是我完。我这暴脾气打团过去，这理论上面来讲这三个人站一起我能直接全秒了。但是走穿甲的代价是什么呢？打这种坦克就很难打，你打不动他，他打你很痛。搞这个征服者太容易打工了，现在这一定要走穿甲才行。主要是对面这把也挺配合的，他们没怎么出护甲，而且我们有个上单大树在，有个前排。直接把这个滑板还给他秒了。我杀了两个了，你们呢？我好像只杀了一个，也每次死人啊，等人齐再打。我们这个卡丁有个错觉，就是他拉了十七个头，他就想一个打几个，
强的不是他，强的是这个英雄。团不好打，你在说什么的？我们这边每次少打人，这个少打多能好打吗？这正常围我觉得挺好打的，我跟他进去就能直接秒两个人了。怎么还有人在吃兵呢？这个龙不要了是吧？直接抱团就可以了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我秒一个，这卡阿迪秒一个，我瞬间就五打三了。直接来，对面也没怎么出魔，看他出个法伤棒干嘛？觉得他还不如出中亚呢。这不是要打前排打后排啊？这后排又没有出这个双抗，他是要杀这个流浪。流浪出适应性头盔，我觉得他的适应性头盔不如出个什么，出个深渊。我把他偷掉。战斗之心，至死方休。过来了。等一下，他们流浪死了，二进去收一个，这十六级卡拉丁跟王一样。再一个二，这不这跟杀鸡一样吗？这英雄起来了，就乱按二就行了，二 W， 把这个直接拆掉了。这正面打很好打的。呀，我跟他一套先手还没给这个流浪秒了，把我人看傻掉了。卡丁没蓝了 ，W 回了一大口，可以。然后拉一下，我来了，我来接力棒了，我可以去秒他。还有一个金克斯，好像也不需要我了，这卡拉丁起来无敌了，直接再给他秒一个，游戏结束。你看，所以为什么前面会打得那么难呢？这一打团抱团跟碾压一样。